什么我还在做？哎，我沙西，我们顶着这个新发型出现了啊，就是有点厉害剪太短的部分，我要变回性子哎 ，Oh my god！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久违的阿星练歌坊时间。最近呢，就是二代团这个话题非常的夯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挑战一些二代团的歌曲。依照惯例，我们就是把这些歌曲的韩文歌词呢，直接丢到 Google 翻译里面出来。我们等一下就要马上看着那些歌词直接唱出来，这样子。现在完全还没有看过那些歌词，等一下就是用临场翻译。还有我的机智好不好？机智练歌坊生活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集我真的超级兴奋的，因为二代团就是我的年代，每一首歌曲都是你知道滚瓜烂熟，倒背如流。我们今天这些歌曲真的都非常的经典，都是我自己私心挑选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开始之前小预告一下，中间会穿插一个广告，这样等一下看到不要吓到啊。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。第一首呢，就是我的初心团 Super Junior 的歌曲，第一次拿到一位的歌曲，很意外吧？我选的不是 Sorry Sorry， 因为那首歌就是已经大家听到烂掉了。因为我停不下来，耶、yeah, ，是的，有双 J， 哈，我们走了，我不是停止。我有点跟不上。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不想要你就受不了了。嘿，不要那样看我，我还没开始跟你玩。看我的塔罗牌，我会找到你的理想型。那个男人围绕我，因为我不能停止想你的女孩，我会让你成为我的。我不能停止想你的女孩，我想把你锁在我的笼子里。我的天哪，好开心啊！我们是好的开始成功一半，好不好？大家是不是这首歌非常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马上来进行第二首。接下来这首歌是大家最近超级超级怀念的 After School 的 Pain。你可以跟我来试的啊哈 ，T R Y 捡起来，你永远抓不到我，不好了。跟着闪闪发光的我，哦哦哦，嘲笑自命不凡的话，哈哈哈。曾经没你的你不在，不不不，把他扔进激动的人因为中，砰砰砰。我们是哦之后排成那你们都出去一探究竟，把他们都带走啊哈啊哈啊哈，马上哦之后凯旋了，虽然都疯了喊又选这个啊哈啊哈啊哈 T R Y， 现在做你可以跟我来吃的哈哈 T R Y， 姐姐奈你装作做到不好了 One Two Three，让你听着音乐是真作语、yeah、靠近一点抓住这一刻，超级激烈，然后他后面居然还可以就是很平静的唱出高音，这一点真的非常厉害，好不好？我一介平民没有办法跟上。我觉得这首唱起来好好玩哦，好好笑哦，我想流汗流到不行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一首歌。OK， 我们来到了这一首歌，我超爱 Bass， Oh my God！ 今天要挑战的歌曲就是 Fashion。
首歌红到不行，而且女主角是朴宝英。开始。我还是忘不了你，我无法相信一切，我不能让你今天就这样。让我们重新演绎我们的故事，趁现在长到没有结束。我会暂时埋上衬托皮肤的失落感，我会线性的开始经历是我的笑，为了你不让你离开我，被耻笑的房间没有出口。我随便问你，我离不开你甜蜜的一面一面一面，我们没有尽头。再这样，消失中的消失，我不能忘记。消失中的消失，我正在写一个在我心中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。我会抓住你，消失中的消失，我不会放手。消失中的消失，在你我未完成的故事。什么叫做小说中的今天呢、啊？不是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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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刚刚那一段 rap，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唱什么。如果是韩文的话可以、啊，但是慢半步的武力一样，给更难进，阿朱给那进。哦，真的好黑，那个时候，我天哪！好的，我们已经唱了三首歌了，马上进一段休息时间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发现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非常爱唱歌，然后都会偷偷在 IG 私讯我说怎么办，我也好喜欢唱歌，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练习。我之前也有这个困扰，因为我非常的害羞，就不敢去外面给人家上课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课程呢，是大家在线上，然后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做练习，就是哈号里面呢有一个 Mr. Voice 的课程，大牌歌手艺人都是给他教学的，非常的有兴趣，就是有去试听，真的有效。你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练习的话，可能会没有那么多的效果。然后在这边，你可以用最基础的方式直接去练习跟矫正你原本的一些不好的习惯。像我自己跟着影片练习之后啊，我会发现说，哎，原来我之前这样子的方式是错误的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很喜欢唱歌，很想要练习，真的可以来上一下这个歌唱课，你可能就会某一天变成那种 Mariah Carey 这样超强。好，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呢，你们可以点开下面那个资讯栏，我会放课程的资讯还有购买链接在那边，进去之后还可以先试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工商时间就先到这边，我们就马上回到练歌房时间。OK， 我们来到少女时代的时间。我跟你讲，这首歌真的超级爱的，就是《So I Knew My Love》。比起 G， 我更爱这首歌。告诉你的愿望，告诉你心中的小梦想，在你脑海中想象你，你相信。看看我是你的精灵，这是梦，是精灵。乘坐你的梦想之车，你在一直坐我旁边，把它全部扔进我的右耳。就算我的心碎了，即使被风吹散，这一刻是。精灵的男孩，告诉我你的愿望。我是你的梦想精灵，告诉我你的愿望。我是你的梦想精灵，就告诉我吗？我是你世界的精灵。顺到不行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中间就是有一些中文歌词就是念得不太好，中文不好，觉得就是因为我对这些歌真的太熟了。如果今天就是套那什么唐诗三百首进来呀、啊，说不定也会很顺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非常的爱，而且你们可能没有想到我会选这一团的这一首，就是 Tiara 的 Cry Cry。
知道他们都前面都会这样吗？心痛的玫瑰，你用尽几支泪的花刺伤我，你就像一个纹身，我越想抹去它就变得越深，cry cry 你看不到云月吗，像火焰一样热，你是男孩宝贝，你看不到我的眼睛吗，看着我悲伤的眼睛，比红太阳还热，不要让爱你的我哭泣，Let's go， 照顾他，加油加油油，说了加油加油油，接受来吧啦，拜拜。前面真的听起来超好听，很像那种江蕙或是尊淑妹之类的歌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再来要进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我非常紧张，因为这首歌呢充满了 rap。没错，就是最近已完全体回归的 2PM， 我要来挑战。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？你能感觉到我心跳吗？心跳节拍节拍节拍，心跳被你践踏而离开的心，人在运行，也对你。无论我能不能忘记，不管我认识多少新朋友，如果一遍遍的会痛，为什么我只想你？我不会，我不停止，不管我怎么安慰自己，没有我的心都碎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在做这种蠢事？我用我的都得到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他。放不下你，你还在我身边，好想有，我不敢相信，相信离别。不管遇见谁，心里都打不开，空着你的座位。你不能来，为什么你相信他会来？为什么我的心不停听我的心跳？他为你跳动，听听我的心跳，他在等你。我不还不知道结束了，我不明白为什么，听我的心跳，他为你跳动。听听我的心跳，他在等你。想你还是很痛，每次心跳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你。依旧，呀嘿，依旧。没想到我那个 rap 的部分是不是还蛮顺的？觉得我能顺利唱完，真的就是因为我听太多次这首歌了。我跟你讲，图片真的超级好笑的，不管是他们以前的综艺还是现在的综艺，都超级好笑，真的大家一定要去看。欸，我们今天唱完了这些二代团的歌曲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个人是非常开心，这些都是我的爱歌。哎，拜托，我们已经听这些歌曲十几年嘞。那如果大家还想要听什么团的歌曲，或是哪一些二代团，或什么挑战之类的，都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东西掉了。还有中间我们提到的那个工商时间的哈号 Mr. Boy 的课程，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练习唱的话，记得一定要上去看看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多有趣的内容的话，就记得一定要订阅关注。按定分流，开启通通追踪 IG， 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No, I can'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, girl.